新加坡一百年前的马来社群，他们是从印尼 Bugis 或者苏门答腊的移民到新加坡。当年在 Kampong Glam 跟这个苏丹莫这个马来社区里面的一个移民活动，拉牛车的是一个中年人，他很开心的、很兢兢业业的在实行他的工作，而这只牛身体肌肉各方面很强壮。他们开始过着一个一天的生活。这个雕塑的制作过程呢，我是先做了这个牛车，那么第二才做这只牛，第三才做这个马来人，那么三个组装起来就成为一件作品。这是一个小件的 moquette， 大型的已经坐落在卢瓦鲁西人。你们假如有经过看了之后，可以来画廊这边再对照一个 moquette， 那么有什么意见，我们可以一起再来分享。谢谢。